他每天这样煮青柠，坚持二星期，多年高血糖终于降了。赶紧收藏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是现代人群常见的高发性疾病。多见于中老年人群，但是最近几年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压力的增大，人们的饮食和生活作息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患上三高这样的中老年疾病，事态非常严重。尤其是高血糖人群的患有率是越来越高。对于高血糖人群，如何合理的控制血糖的升高呢？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种食品，它有助很好的平稳血糖的功效，那就是青柠。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青柠的功效和食用方法。青柠简介：青柠是一种绿色像柠檬，但是却比柠檬小的水果。青柠汁多，果肉清脆，香气浓郁，皮薄，比柠檬的味道还要酸。因为青柠含有丰富的柠檬酸，所以被称之为柠檬酸仓库。一般常作为调味料烹制菜肴，除此之外还常出现在化妆品和药品在，而在泰国一般每一道菜都会挤一些青柠汁，这样可以让水果散发出清香味。青柠的营养价值：青柠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，含钙、磷、铁、维生素 A1、维生素 B2、烟酸奎宁酸、橙皮苷、柚皮苷、香豆精、高量钾元素和低量钠元素等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。青柠里面含有丰富的柠檬酸盐，可以抑制钙盐结晶，因此能够预防肾结石，甚至还可以溶解结石。青柠具有强酸性，被认为是治疗疾病的良药。脂：壳、化痰、生津健脾，且对于人体的血液循环及钙质吸收均能起到促进作用。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不但能预防癌症、食物中毒，还能降低胆固醇，消除疲劳，增加免疫力。并且能克服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贫血、感冒、骨质疏松症。青柠的养生功效：青柠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，青柠虽然非常的酸，但是它的养生功效却是极佳的。
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经常食用青柠可以起到很好的软化血管的功效，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有助非常好的疗效。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青柠都有哪些具体的养生功效。降血糖。青柠檬可降血压、降胆固醇，改善心血管病。它和柚子一样，含有一种近似胰岛素的成分，能降血糖。增强抵抗力。它含有的大量维生素 C 和柠檬酸，可帮助消化，促进造血功能，提高机体抵抗力，加速创伤恢复。改善高血压、心肌梗塞。青柠表皮含有的维生素 P 可防止人体血管硬化的发展，对改善高血压和心肌梗塞症状、缓解病情非常有益。杀菌。青柠含有烟酸和丰富的有机酸、其味极酸，柠檬酸汁有很强的杀菌作用。实验显示，酸度极强的柠檬汁在15分钟内可把海参贝壳内所有的细菌杀死。健脑益智。据医学报告显示，由于血液循环功能退化，造成脑部血液循环受阻，妨碍脑部细胞的正常工作，造成记忆力退化。而柠檬含有抗氧化功效的水溶性维生素 C， 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不佳的问题。因此每天食用青柠有助于强化记忆力，提高思考反应的灵活度。防治肾结石。柠檬汁中含有大量柠檬酸盐，其中柠檬酸钾盐能够抑制钙盐结晶，从而阻止肾结石形成，甚至已成之结石也可被溶解掉。所以食用柠檬能防治肾结石，使部分慢性肾结石患者的结石减少变小。消除便秘。
含有丰富维他命 C 的柠檬，正是催促排便的催化剂。早上空腹饮用自制的柠檬水，可以解决便秘之苦。延缓衰老。柠檬特有的勾原酸能把皮下积聚的色素粒子分解，加强血管的生机及抵抗力。青柠并不是青柠檬，由于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出产的柠檬也是呈现绿色的果皮，因此青柠常被这些地区的民众误认为柠檬，或者称之为无籽柠檬，而把香水柠檬误认为青柠。其实青柠并不和柠檬是同一个品种，它们两者是不同的水果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常见的几种柠檬的不同特质，教大家如何辨别。黄柠檬、国产青柠和进口青柠的区别。黄柠檬果肉色泽浅金淡黄，口感酸薄，适应那种酸味之后，其实当作水果慢慢品尝也可以接受。国产青柠内里色如西柚，绿中带黄，口感酸味不重，回味略有苦涩。进口小青柠果肉碧绿通透如玉色，味道极酸，却饱满圆润，层次分明。回味悠长，初尝令人跳脚，却有令人飞蛾扑火般在尝的魔力。青柠降血糖食疗方。青柠的功效非常的显著，不管男女老少食用青柠都会有很好的养生功效。在它众多的营养价值和功效之中，最特殊的是它有很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，这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简直是福音。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款功效非常显著的青柠降血糖食疗方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尝试制作服用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材料：鸡一只，四个青柠。制作方法：一、鸡仔洗净，去脏杂，头、爪、
尾部四个青柠檬切开。二，将所有食材放入水中，加冷水1250毫升，约5碗量，水要刚好没过激，炖大约3小时，出锅后放少许盐。小贴士，一，注意不能用黄柠檬代替。另外，青柠檬不是未成熟的黄柠檬，是一种个头非常小的青色柠檬品种。青柠檬中含有一种天然物质，能够代替胰岛素。二，味道不太好，偏苦，但建议汤和鸡都要吃掉。三，如果不想炖鸡，平时可以用青柠檬泡水喝，或者加入茶里，做果茶，做菜时调味代替醋。四，如果担心鸡汤油脂过高，建议去掉鸡皮。五，为避免蛋白质摄取过多伤肾，建议一周吃一天即可。